因为我这一次是演一个神经病嘛，就是一个变态的那个杀手，然后专门就是引诱那些小鲜肉回家，然后剁成肉酱，然后再喂婆婆吃。我觉得这个角色让我很兴奋，我在演的那一整天我都觉得好兴奋，哇，我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杀人，然后我兴奋到头痛一整天。只要是小鲜肉，不挑，白白净净的都 OK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就是也是干干，也是干干净净的吧。对，你工作也很忙，会不会也想找个男朋友陪你？就顺其自然啊，就一切所有的事情都顺其自然。就是 welcome， 是只要缘分到的时候，我都可以，我都希望可以很 enjoy 那个所有的过程。